大家好，现在替大家解说一场拳皇九八 C。现在是一 P 首发这个威斯，二 P 安卓，安迪，哎，这个威斯现在是防御状态啊，不选择主动进攻。安迪呢？安迪也是，双方都在寻找时机吧，应该都不选择主动进攻，就在这里出拳，那个是蹦。哎，威斯现在是忍不住了，直接就是进攻。哎呀，这一次被打得太狠了。但是威斯也不甘示弱，再次连起来。哎呀，三十连了！我去，太狠了，直接摔三次，三次再连。安迪可能被虐的有点虐，有点晕头转向了哈，已经怕了。这个威斯，你看他晕，有点晕啊，但是打起来也特别猛。又连起来了，啊，这一招特别的帅，我感觉。哎呀，没有连起来。再次来了，哎呀，又挤到角落里了。这次东照也是。这个东丈啊也是不行啊，这一次，哎，反切梁其实果断就不打了，已经对自己失去信心了，被打的果断就不动了，看着对手在表演连招了。我去，直接悬了四下，三十连，还可以再连。四十二连啊，打了四十二连，太猛了。我这个板气梁现在突然动起来，好像又有想爆发的节奏，但是我看有点够呛。哎，还行，还能坚持一段时间。被威斯闪过第二大招，哎，这次威斯中大招了，居然，还差一点时间，哎呀，一秒的时间结束了威斯，太狠了。变成猴子啊！这个猴子的话，哎，特别的犀利啊！大招也没用上，直接就挂了。还在打，鞭尸了。